七月随着各女团的回归，歌坛预计将展开一场激烈的大战。许多女团以适合夏天的清爽音乐来争夺夏日女王的地位。New Jeans、NMIX 和 EG、Oh My Girl 女团均出现在七月阵容中。据悉 ，New Jeans 将于七月21日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《Get Up》。七月七日，在全面回归之前，《Super Shy》和 New Jeans 将提前上映。预发行的歌曲《Super Shy》与 ETA 和《Cool With You》一起成为专辑的主打歌之一。此外，专辑中的六首歌曲还都将制作音乐视频。NMIX 将于七月11日发行第三张单曲《种下 NMIX 的梦》。七月3日 ，B 面歌曲《Roller Coaster》将预发行，主打歌《Party O'Clock》由朴正英作词作曲，其余曲目是上述两首歌曲的乐器版本。实际上，专辑中只有两首歌，策略是通过顺序发布来吸引注意力。一季出手完成《夏天等于一季》公式，一季将于七月31日发行新专辑《Kill My Boat》。一季继去年10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测试，约七个月后回归。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主打曲《Cake》在内的共六首歌曲，令人期待。据朝鲜日报报道，《Oh My Girl》目前正处于最后的工作阶段，目标是在七月底发行新专辑。至此，《Oh My Girl》终于在去年3月发行第二张正规专辑《Real Love》，一年零四个月后再次回归。六人组合重新出发，一起期待他们的夏天吧！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